就是职场啊，你永远不知道隔壁哪个普罗工同事会因为做对一件小事而成为职场红人。我是职场一年的能干凡凡，我会做很多事情，而且超有效率。凡凡，我上周的报表呢？凡姐，就我报表就是要这样处理。我下周要给业主的资料呢？才刚出去。哎，凡凡，你可以帮我上一下千层吗？我早上您送去喽。师姐，你的咖啡。但是你手头上还有要忙什么吗？都忙得差不多了。目前凡凡帮我去改一下书案吧。好。徐博正写案的速度怎么还是那么慢啊？越快，事情只会越多。但为了获得大家对我的信任跟赞美，为了让老板知道他很需要我，看一下，没想到这次竟然有机会合作。凡凡好了没？不好意思，林总赶时间吗？很快，很快，快点哦。好啦，好，谢谢林总，我们这边请您。太快了吧！谢谢。你把我拍太丑了吧？我这么难得跟林总会唯一。我刚刚帮你拍，你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我徐博去、欸、你什么时候拿单眼出来拍的、啊、哇塞，这也拍得太像艺术照了吧，有景深而且光线又美。最近刚换手机啦，凡凡，我买新手机啊。我渐渐发现不论我多努力多有实力都比不上谋俊的一只新手机。叫凡姐给我让徐谋俊拍，他手机拍得比较漂亮嘛，在低光源中还可以把我脸拍得清楚又美丽。看一下，开心点！耶！你们可以帮我拍一下水果吗？这是要做文案设计的，记得帮我拍专业一点哦。哇，谋俊这照片也太高质感了吧！哇，想不到你除了只会影印之外，你还这么会拍照啊，谋俊。你看，香蕉，苹果，不错哎，不错吧？舒服的，非常好。下次拍照的东西都交给你。我们为什么下雨天还要陪朱姐运动减肥啊？我看哦，根本不是运动，根本是来帮她拍运动写真集的。拍得很好哎、欸，我就说出来运动就是好，徐谋俊才是拍运动写真啊。这必须的，还可以吧？太扯了，太扯了！居然被老板逼加班，还是为了陪他办土地公哎、欸。跟你们说，这一趟回去之后，业绩一定会下下叫啦。徐谋俊来，这张照片多好看，对不对？啊，这什么手机啊？把这夜景拍得太美了吧！我跟你说啊，这个手机有手持四秒夜拍，它拍夜间模式的时候也是可以拍得这么漂亮。这光线、细节、轮廓也太完美了，这怎么可能手机拍的、啊？这就是手机拍的、啊，你看。徐谋俊，你跟过来，全世界都等你。竟然在把妹。很会嘛！你凶什么凶啦？你最近干嘛对我那么凶？走啦，赶时间啦，点啦，奇怪，去拜了。这就是职场啊！你永远不知道隔壁哪个普罗工同事会因为做对一件小事而成为职场红人。就像毛俊买了他的华为 P20。你看，我把凡凡电影女主角，你知道吗？我心情不好，朱姐都不夸奖我，她以为她有新手机就了不起。你看哦，现在拍照模式嘛，没有东西。然后我们现在拍一下李曼，自己变了，我没有调，她自己变模式，真的。然后你看文字，我看到她文字变比较清楚，怎么知道是美食啊？可以，对啊，对。不是为什么？为什么？她为什么知道 AI 人工智慧？这个华为手机被骗了，什么意思？这其实是走利润。哎、欸，真的，我让他好难过。对啊。旁边，哇塞，夜景亮好多。哎、太好看了啦！它会越来越亮哎、欸。对，它会一直在调光圈。你看我们现在这么暗，然后拍成这样，哇，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它自拍很厉害，是因为它会自动切换。你看我们现在在前镜头，就是看起来是一般的，可是它只要一切自拍，你不觉得很像自然，就是自然的光吗？好像前面有一盏就是灯在帮我们打苹果光，然后有那种就是自然滤镜的感觉。一般自拍是这样拍，可是剧场光的效果出来还是很夸张，认真在夸，它就是自动帮你修边了。